们那个爬刀真是有效果吗？有！哦哦，哎呦呦，很痛很痛！我这个戳下去会爆那个。有，对吧？超级破，超级破！哎，等我一下。啊，这你装备怎么帅？你怎么有那个头盔？我不知道，刚刚打怪掉的。救命！救命！可以，你在里面撑着，不要里面不要全死就好。你就在后、啊，你就在那个后面一直待着。哎、欸，对。我拖着。哎、啊，怎么又死了？我被他膝盖攻击了。我躲在这个无敌位置。哎、欸，白痴，你进来了吗？都在吗？嗯。我不在，等我一下。OK， 我们先疏散一下。我是怕突然又爆个两下斩杀，他就死了、啊。到了。旁边的房间有钱，我知道啊，但那个很难收哎、欸。他看我了，他在看我。可以，我们趁机捅他。到了。好。你们没刀的就用远程，没刀的用远程。你只你活着就好，我们的刀比较痛。所以我们远远射就好了嘛、哦、对，你们都用远程，我跟哎、欸、对，为什么他这样打我？不是他射前面，为什么没打我？什么你也死了？打我死啊！我看他是突然转头射我，超扯！金牌他好像在看你，对啊，我看着他屁股，他不好杀。他怎么想出去啦？什么意思啊？他被吸引了，哎、欸，你赶快，该你了。怎么有人拿斧头啊？对吧？对啊。啊！我死了。我只打大雀哦。啊！开枪！哎！哎呦！哎！还好，还。他开大喽！哎呦！桌子坏掉了。鸡排去那个椅子那里躲着啊。哎呀！我去跟你躲着。你们只要躲着，我跟丁义会杀死他的、啊。你们现在就是那种地下城最强的人了、啊欸。为什么？不是无敌椅吗？无敌椅要瞧一下角度啊。你要蹲着。对，你要蹲着。如果站着还是会射到。拿来打这个七叶天使，多输出两下。哇！前中脚，大绝！哎、欸，快死了！西吉玩到了吗？哦，到了！西吉玩，我有没有很棒？我两个！哎、欸，这牌扛住！你是最棒的迷路，这一场没有你玩不了了，真的。这游戏没有你真的玩不了了，迷路你超棒的，对，没有你，要啊，没有你就是今天会有一个人在那边固肉松鸡啊，嗯，有你就是省材料啊，哇，你是大功臣啦，继续如果这场过了，那都是你的功劳啊，我们其他人都是一坨屎啊，迷路至少让我们的进度提早一天吧，我的口天子可以吧？口天子来了。然后鸡排也来偷袭了，你怎么把自己引爆啦、哎？你这样会被烫死哎、欸！没事啊，没事。我卡住你了，他也是被烫死的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你要等他们进来，我怕这个血量已经是斩杀线了。来，等一下，等我跟七天使啊。没事。七天使现在笑得很开心的感觉。好腰，我不死了。好看，走、啊，可以。太空鸡排，你没看到他要 CA 了吗？没看到、啊。鸡排，你怎么没感觉？他这么明显的准备动作，啊、没感觉啊。啊，完了，他要 CA 了，我能扛住吗？
看招啦！我扛住了，我扛住了。他的盾牌扛住了，他一直盯着你。哎、欸，你被卡住了。对、啊。啊！他被你们死了。盾牌扛不住了。我要开始吃了。我也再来输出一点吧。让我来扛。可以啊。不然丁义，我们最后不用四发刀啊，开始用近战吧，控一下血。嗯、哦。哎呀，这个卑鄙的陷阱啊！我改用棍子，我改用棍子，我们消他的血。你们先消到最后一滴啊！哎、欸，他快死了，大家都在吗？我还没到，我还没到。哎呀，妮子终于出现笑容了，这个第一天我们就可以走进来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超级快，要不是咪鲁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还在研究所。我又一个考验来了，应该是不可能在研究所。哎，好白痴死哎！快快死，等一下，我一个。你们先打到剩最后一滴啊！你们先打到最后一滴。差不多。哎，我后撤步 ，LT 可以后撤步。感觉差不多了，等一下停啊！有人把我捅死了！停！好 ，OK， 我看我也死了。哎、欸，该不会大家都死了吧？还没，还在。没了。不是有人暗算我啊？有人直直的朝我捅过来是怎样？丁义，谁？我那个棒子没有，不是我。动手啊！动手！我还没进呢，你是憨仔啊！我还没进呢。等一下，是吧？他就直接踩到那个刺啊！哭啊！还有人吗？大凯的刺，还有丁丁，我到了，他了！打！可以，掉装了。怎么样？掉什么？维克多的正式衣服，而且是25%，25%到50%。确实啊，拿到25%。如果是给那个秘鲁捡，就是刀啦。第一，你干嘛捡呐、啊？不是啊，维克多不会出刀啊。在这个伺服器，谁才是至高无上？真的是。维克多不会出刀啊。难怪你会被恶意，可怜。维克多只会出那个、啊，哎，基百这个旁边那两个门，你把它打开，然后进去搜一搜，有钱。好。在门口啊。好。这里面不是那边哦，是这里面。前面正前方跟左边都有一间。OK。这里的正前方跟左边都是正前方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里面很多僵尸哦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啊，我们今天准备在这里新思潮，然后怎么搬家？这里会有吗 ？I'm running low on HP。看一下，那现在的任务是什么？还要做什么？现在就是搬家了吗？抵挡完这个尸潮之后，你们跟他，我跟好白痴会负责搬家。今天要把这个尸潮清一清。哎、欸，其实这样有比较快吗？好像快一点点吗？就第一天就打完这个了。有没有食物吃啊？啊，我去猎啊，等我啊，阿 Z。我们有提早一天吗？这样子。现在先能挖东西，先把附近都挖一挖吧。哦、啊，你现在缺木头还是缺那个、啊？应该到时候都缺、那個、木头会比较缺，木头会比较缺。那我现在先弄食物啊。其实中效不怎么强啊，麻烦就是那个双头，总共五只啊。I feel something around us.繁木喊的哦，射到鸟肉啊！这里烤鸟肉喽，去，鸟肉好。哎、欸，你们还有刀的话，是不是还可以再刷一次中效？
还是不用，我们是直接准备要去。可以去刷后面那一只网，中校的装就这样了。因为中校的手枪现在是任务直接给。啊、是的，啊啊，对，好，那个剧院那边。但就是大家标配一把手枪，来吧，上来修、上来修东西吧。拿四帕刀来割草会不会有点舒服？噔噔噔噔。谁修？全部人都要修啊！我们就是要清完今天的尸草，然后再一起跑。我们聚在一起清比较快啦，几百回来吧，不要让尸草留在外面的。好啊，我又收到第二次电话。我跟你一直都在附近。对。一直走吧，我们哦。我们回去吧。以前好白痴很喜欢拿那个什么超级大砍刀，已经很久没看到了。你以前那个还带吸血的吗？前那个超强大砍刀，现在某某品。你先把墙壁盖好啊，这是个墙壁坏掉了、啊。我是个死人呢。你赶快复活啊！我用复活术啦，你可以复活啦。复活。哎，你们怎么没把墙壁补起来？我就说这个墙壁坏了，我正在补。啊，不然维修步道可以改外面一点。我补起来了，我补起来了。不用啊，不用啊，我补起来了。需要树枝啊、那个，分解一下，分解一下。哦，可以啊。可能就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对啊，你们维修，啊、你们维修。好，地板。那鸡排你跟他们去维修啊，我下去一趴刀试试手气啊。好啊。真把这些资源放回去啊。刚刚改的。还有一把刀呢，还有一把刀应该在下面捅吧。我在狙。哭啊，第一偷跑去狙干嘛，就说要这里先清了。我可以先去做扳手。那你把材料带过来。不是，刀子在你身上啊！没有人装填啊！这熏尸草，熏尸草哪需要这两把刀？他知道加点数啊。没，不需要。米鲁至高无上诶，米鲁大人。怎么听起来酸酸臭臭的？米鲁大人，你可以上去修一下那个断头台吗？他们都没在动。我本来想说，我一边推，然后一边修，说，一边上膛，所以下面上膛也很快。哦，现在修那个嘛，断头台嘛。没错，还有你的地势，你那个墙壁也要修，你那个墙壁跟你那个地势。哎，丁一，那你把那个扳手留在那边，留给大家开那个任务吧。你留一把在那里，就大家轮流用那个扳手。好。好啊。不，我应该要去那个呢，你要去教堂那里。那你先去教堂盖，你要记得盖地基哦。不过你应该盖不了啊。有个黄金子鸡排，你们修得了哈？你们也上得了堂吧？可以。可以。需要帮忙。我想说在下面那个道理。好啊，那你准修右边的两个，那个左边三个我。有一台没在动。有时候二楼会有你们前面两个，可能就是看一下这边的怎么办、啊？还是接近下面的我来，然后你去帮他们保护，就是不要让他们二楼阳台走过去打他们。对啊，
不然他们会很辛苦。二楼阳台那个他穿不过那个墙啊，不是有盖个墙壁吗？穿不过，他们会过去，就是他会走下面有个小木板去打他们啊。我刚就说失败了，那个多盖个木板。快！你们修一下，你们修一下，姐姐去帮你。我移一下僵尸，没关系。花了一个，完了。哎呦，你怎么跑？僵尸跑上来了。我先补一点血，哎，还要补一个断头台啊，一个断头台坏掉了。坏掉了。还行啊，还行啊，你们修好就好，修好就好。有僵尸。你等，哎呦，被打了。后面的僵尸就满满的刀在你手上哦。我在修理这个东西了，这里再死一次。这里这个东西有一台快坏掉了，白色先修吧。我现在是坐标，你们先想个办法。我是坐标，你们先修一下，能打则打。你修这两台吧，我修这两台。哇！我被喷死了，我操！好多啊，这里。哎呀！丁义是要直接跑去教堂啊？那教堂是文说。啊，那你先跑。哇，那何更不缺人啊？我更不缺一个。或者说，不好说。我第一天都挂机、啊。妮子，你修那两台吧，这两台给我。哎。你有听到吗？你有羊角锤吗？你直接按 H 敲一个吧。那你雇那一台就好了。哦哟。你雇那一台就好了。嗯，三台应该就可以了。我去楼上雇。对啊，蝎天使，其实你应该待在楼上雇的、啊，因为你也没有武器啊。我下来一趴加点桶他们。我的刀子呢？哇！我、哦、刀子不见了。他们会一直飞呀、啊。你们那边，我帮你们，我盖那个好了，等一下。妮子，你有羊角锤吗？你有羊角锤，你丢给我，你丢给我，那我来用，你丢，快点。我在找机会用一趴刀捅的。哎，鸡排你不用下来了、啊，你跑下来。有一台了不？啊，我要捡我的包啊！我在地下室啊，你的包不用捡啦、啊，你都用家里的材料修理就好了。啊，那不用羊角锤了，对。你们你羊角锤可以直接按 H 敲敲一把。是啊。对啊，那个都没差，因为他会直接用仓库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像这边好像有哎、欸。话不，羊角锤这边有啊，那个。哎、欸，先修吧。哇，这个地板。我也只能一直踹他们了。完了。包呢？我也想知道我的包呢，它就不见了。啊、二楼一直有僵尸跑着。哇！怎么又被？我靠！直接喷到家里了。哇！高的那个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全爆嘞！不是吧？哎，有东西被打爆了。我们重盖吧。嗯，你这边要重盖了。完了，怎么都没了？
完了。没错，要重新研发了。嗯，等会，一个都没了，丁一，一个都没了，怎么可能啊？完了，危险，危险！哦，我靠，这边也可以哦。这边一直被喷啊。得重新弄一波，或者我们得把材料直接带过去那个。材料直接带过去搬家。先清完吧，我可以再做两台啊。我去跑步吧。哎、我可以做三台啊，我可以做三台。你先盖回来那三台，然后把他们清光吧。清光，我盖旁边一点啊。那就躺下来吧。左右各来一台。不然你们先自杀，我把衣服做好了。这个喷毒仔，那我要绳子不够了。我看我能不能把他引走，看我的不怎么多，应该都是在看白痴。哦，好烦哦。但木板又不够了，你啊！要这样子重盖，为什么不直接去新的地方盖？哎呦，也行啊，他没有，也没有，也没有铜矿啊，主要是没有铜矿了。啊，先把这边清掉。我们才能继续前进呢。反正那个陷阱其实不会掉的。我好像不想捡到你的包啊！我看到有那个头盔，我把它丢下来给你。等等啦，等等啦，你先准备修理那些东西啊。先等他断头台盖回来啊。哦，那你的包要不要啊？我只要那一把刀跟那个，我只要那一把刀就好了。OK。哎、欸，最后三台了。哎，好好修理啊，好好修理啊。鸡排你要去修理啊，鸡排你要去修理啊。我去修理吧，我去修理吧。没错，没错。我要把僵尸带回去哦！我看见你了。有人在修吗？我死掉了。楼上的修一下。好，我去修，我去修。这个得把路封封起来了。有人把那个僵尸的那个二楼路口封起来了。哎，我死他！刚才不会有僵尸。我来偷偷的装铁。哇，怎么那么难用？棋盘你修得了吗？你只能修吗？有点难操作啊！哎呦，不要关心我。挡住了。包好的，就在维修步道那边修，好像没有卡住了，是不是那个？我有点累，卡住了。
捡不了吧？那完蛋了，被冲来了。不要！没有啊，还有自动补上。一只一了吗？他这个应该会回到三分钟之前。他太多啦，完全卡住了。没有啊，这个怪啊，这一波怎么那么多啊？这不是第二天的吗？我怎么感觉今天的僵尸特别强啊？我觉得今天的僵尸特别强嘞。那得四不计挂嘞，完蛋！阿杰，你跳出来了。我被弹出来了，那我要出来了，捅开了是不是？嗯，四武器应该挂了，我看一下，那我先出来喽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到一个量，好像到一个量，它就会爆炸。啊，我也不知道那个，它现在陷阱很容易爆，它现在陷阱要一直修，一直修，大概70%就安了。还是有思潮在追丁义，也是有可能有一切在追他，因为我们刚刚这边死的有点多。嗯，有一些在追我，那为什么家里还爆？家里还是爆了，太多了。这么可能啊？那他实在是太多了。上个厕所啊？这不是第二天吗？太多了。现在的第二天就超强，不然我们之前早就继续使用那个拉人，那个、哦、无限拉人战术了。啊，主要是维修步道那个一开始裂开啦。带三个人雇哦，其实这个板三个人雇也不一定可以。那么修的地方最大的问题是，他们没有办法安全的修，要一边躲东西一边修。哎、啊，如果太专心在修的话，会被二楼走过来的僵尸打。哎、啊，如果躲不掉，那就是有可能会直接爆一台。哎、啊，如果如果是没有保证可以，就是又雇后面又雇台的话，就比较不。他们会不好修啊，最好是要站在楼上来修啊，所以可能就这个那么麻烦，你修的时候要装羊角锤，你要补次数，要把羊角锤拿掉，是不是？哎，阿东从冰柜出来了，完蛋了。阿 Z 不是啊，他开错档啦、啊！开错档了吗？是还是出事了？他开错档了。我们的恶意刀嘞！这得四武器那边有那个啊，没有存秘鲁要气愤哦。我们的七叶天使真的要变成要黑化了，他要摧毁这个世界啦！是也还好啦，
我是这么坏脾气的人吗？不会吧，我这个人脾气最好了。得再搞六把，得再搞六把四趴刀出来。没有，刚刚是修理的，这个修到修的速度过快呀、啊，伺服器会出问题，买的伺服器当然会出问题了。刚刚本来修的好好的、啊，后面来一只僵尸把啊，你只按算了、啊，你只死掉之后那边就爆了。那原本好像是两个人，一个人雇两台嘛。然后妮子突然屁股开花了，对啊，就有一直有人从我后面来。哎呀，你们没有把床存在上面吗？没有、欸。你们该不会是从楼下又跑上来吧？对啊。可是后来又改存在上面，这样。主要是那个大白呀、啊，我想说楼上那么多人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，本来都是一个人雇个一两台、啊。第二天这个、啊、没有，后面变有五台啊！你只一死就变成我一雇五了。但是今天的那个破坏速度很快耶、欸。他们今天拆的非常快啊，就一下下，然后就要爆掉了。哇！我竟然听到僵尸在跑步的声音啊！等下等下，这是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，但是我现在是坐标，我可以把东西都拉走。你们先理一下那边上面的状况，可以吗？我正在理性的理一下哦。嗯。我正在看，现在我在哪里？这个是，就尬的这件事嘛，没错，尬的这件事，这个是有一堆断头台的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的包不见了、啊？我这个是刚打完，刚打完那个上校啊。修理。哎、欸，这个什么僵尸不见了、啊？这时候不是一堆僵尸吗？僵尸都在我后面。第一个进来的把尸潮引走了。给力啊！你们最好是好好的把那边修好，让我好好的看到第二个王，不然今天大家都别睡。没错，这个、啊、最好是好好的把它盖好。那只好好好的修好它啦，因为我搜寻不到你的房间了。要尬的这件事啊，好，我把这边路封起来了，绝对。反正一加一，我是奉陪到底。今天我没有看到第二个王，大家是别睡。今天我要看到三个王，好可怕。这总共有几个王啊？很多个王，数不清。啊！你拉到哪边去了？哎、欸，
我在后面的那个，我在那个军事基地有飞机那边了。OK， 反正右二左二各半啊，中间看到就用。嗯，为什么？你右边很多被喷死？没有，不是我的，我是透明的，没关系啊，被喷我就。你是透明人哦，透明人，你要透明人一下就好啊。最带的存档点了，我光也是透明的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带粉丝回去了哦。可以可以带回去吧，你可以带粉丝逛街了。后续了，欸、他们应该不会上来的吧？刚刚他们怎么上来的、啊？你们有信心吗？那边我已经把他们了。啊，很棒很棒，那我要带粉丝过去喽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快快快！说多的，我只能说多的。一百，你先回来，你先回来。你看一下。你看一下，好看到了。他要重盖，他要重盖健康步道啊！你先带走，你先带走，你先带走。米鲁，你再带走，米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总要重盖啊！你可以从，你可以从，你早说嘛，西西玩。你可以从这个中下中校这里绕圈圈啊，你来中校的房子绕圈圈啊，刚好正方形的、啊。不要不要，感觉好危险啊！我现在我现在不想要赌那个风险。你要打到最稳哦。我绕一大圈。都没事的，那等一下到绕那个一小圈，我死了就出事了。我有预感，没事没事。这里其实应该比你那个好绕啊。干嘛？我？哎、欸，你这样子绕他们，你们砖头台也不错哎、欸，他们有这个是有伤害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个就是最传统的打法，坐标之力、啊，但这个板不太强，因为僵尸猜。我就知道有一个人一直绕一直绕，是不是？以前大海可是跑了三天啊，才把那些僵尸跑完。原来是这样的，这个成倍的战法，坐标战法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们楼上的什么都没在装填啊？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你们鸡排你不只要修理，还要装填呢、欸。你说装填那个中下的房子这边没有路啊？啊那个他在重盖，他在重盖。哦，他还在。这样你装填得到吗？建筑大师可以啊，这砖盖好了。正在修复中啊！听不到。你俩这太小了，他们会把我包围哦，超笨的。你们大概都次数多少时候装填啊？我只要看到我就装啊。就这样吧，来吧，那好好修吧。啊，这个楼梯我要拆掉。那个妮子，这个楼梯我要拆掉。八次，就这样吧。你们先这样应该是可以啊，应该没问题。八，我帮再帮你们加盖一个啊。零次，不是你们大概五次你们就补吧，他很容易就归零了，他很快就归零了。两次，好，可以啊。左边来了，难度狮子丸。哎，你们，哎，我死了。好好修啊，加油啊！我帮，我刚刚是有点意外，刚刚有意外。好，我看这一台好了。我是坐标，那我修右边两个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修左边的。半个坐标。你们楼上是不是能这样子停满的？那我就不上去了。确定可以？可以。你也上去填充，你上去填充。他们有时候会拿羊角锤敲到那个。哎、欸，我被射，我被没有我被打死了。刚刚没有。注意一下，右边两个注意，注意一下。这样至少你们没有、嗯。你这里还会被打到吗？我把一批先引走了。哇，等一下。我是坐标，我们的步道坏掉哎、欸，不要死了！我来装填吧，我来装填吧，你们一直在修理吧，我来装，我来装。哎、欸，靠呀，我死了！哎、欸，我们的步道坏掉了，奇怪。哎、欸，
中间这里怎么爆啦？对啊。哇，我得走上去啊！哇，他在喷火啊！我怎么？啊，那个怎么？这个防空炮怎么还是会被点？上不去，我只能从下面修了。完蛋完蛋，为什么会爆掉啊？他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偷袭啦。然后，感觉今天第一天的僵尸特别强啊。超强。靠腰。这是第二。完了，我盖太高了，真的我盖不上去。妮子，你先一直维修吧，我只能装填了。我想个办法。防护怎么会喷过来？我等下再帮你开一个。可以的。哎呀，你只用跳的吧。装填不到也没关系，就尽量能修好就好。哪里会喷过来啊？我看一下。右边那个吧，吐的。先不让它坏掉最重要的。只剩几个啊？好喽，装填到喽。右边哦，看一下的右边哦。老的右边这边还是喷到了。嗯。啊，那再把它围起来。护盘怪。没事，好，你们是最棒的，看一下，很稳很稳。可以可以。然后我这个也把它盖狠的、啊。等一下 ，OK， 毫无死角 ，OK 吧？死角没有问题。真的都没在种田呢。没有啊，因为太忙了，我一直在维修。至少不要坏掉，应该。至少它不要坏掉。他们战力很猛哎。这个第二天的战力是超级猛的，是超级超级猛。我才刚修完，然后马上就。用那个因为这个版本没有办法站在空中哦，以前可以哦，以前陷阱很硬哦，我还得分解树枝啊。哎，你们小心那个维修步道不要垮掉哎。哇，怎么会打死啊？嗯，你这位置怎么死掉的？怪了怪了。我先拉一批，然后你们先看看怎么小量。维修不到，我来。它这是耗损超快的，超级快，快。现在的僵尸，现在的僵尸会从那个边边偷袭。理论上快剁完了啦，这样你把扳手先留在那边吧，先随便盖一个，那个我记得蛮好盖的。待机我得选个他看等等，我需要凑这个研究资料。好，你研究资料不够。啊，我要选那个工程师啊。嗯。是啊，反正也只能。没错嘛，我开挖喽。哈哈哈。这边全都是哦。真的好快哦。快的是非常快啊，但他们掉装啦。哎呦。他怎么这么能打？他怎么可以从那个地方穿过来啊？你可以直接用家里的材料做羊角球，没关系。然后或是家里的材料旁边有一个包，那个包里面应该还有羊角球。我的包。羊角锤随便做的、啊，就一个石头，一根树枝。再顶一下，大家快清完了，真的。快清完了，应该是快要没了。可以下来戳一下那个白僵尸了吧？僵尸有点难吃，或是那个吐毒的，让他们不要吐他们。
我要开始来刺人哦。嗯，感觉可以刺。直接踢进去，因为有点lag，他们那个招都是后面才打到我，白痴。哦，完了。我的刀在哪里啊？我全都是警棍了。姐姐，你刀呢？我刀呢？为什么我身上全都是警棍？姐姐，你刀呢？一定在某个箱子，感觉应该在鸡排的，应该在鸡排的箱子。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我现在也没装啊，我现在我在踢他们啊。嗯，在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谁的箱子。我捡到再给你啊。我捡到了，我捡到了。Nice， 在我这里啊。哎呀，终于把他们处理完了。OK， 终于啊，清完了。那我去砍树了。缺什么？还有一只白僵尸，你赶快把它打死啊！我准备发挥我一趴的威力啊！嗯 ，nice！ 准备搬家，准备搬家，准备搬家，其他人要去跑任务了。耶！不用修了，不用修了，现在缺什么？还要砍树的那种。还有一只啊，你该打一打。我正在处理他，他翻过来给我一刀，我就死了。等杀了他，你再拆掉啊。没有，我先拆那个防空啊。去了，大胖。碎。可以，他也死了。先拆，搬家。Nice！ 你们路上的那些东西捡一捡。滚！可以去跑任务了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可以开始跑任务了。还有两只啦，白色你留一台，你留一台，我杀他。那个鹿也。先把那个材料的清掉。没人要帮我外送那个，也就只有。鹿可以拿一点过去，你要多少？好像。50个。你把它带去剁一剁嘞，好，把它剁剁剁剁剁。啊，你可以全拆，你可以全拆。这变异的鹿，没有，这一看就普通的鹿啊。好，普通的吗？这普通的。我不要了，一个一号攻击了呢。一号，没有办法屠宰可恶。因为他已经被我屠宰喽。可以烤肉喽。可以抢先一步了。现在是缺木头比较多，是不是？好啊，还有人偷袭。现在木头、铜矿，所以木头跟铜矿都缺吧？都要。铜矿应该会超级缺。哦。我来看看，石头应该也会超级缺啊。OK， 明白。我没有拆除的，我没有点拆除的天赋啊，天赋点应该都在丁义跟狮子丸那里啊。我也没有啊，我都是用树叶做的，我被丁义干走了。乱想，我明明放在那个箱子里，我才拿了50，应该不到100，50以上，不到100。那丁义，你先去把那边那个步道盖好啊，你应该够吧？我可以试试，但我得等这个研究资料的外送。可以了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两个先过去吧。给我点吧。我跟你差一座山，我快到了。我感觉高几率是一号点。一号点。
你们不要走错呢，有两个一号点呢。我觉得有右边这个一号。我觉得有人在搞鬼，谁？很坏。那个一号点应该是定义标的，那个应该是他的任务。是啊啊啊！我们标给七天天使过来看的，阿范呢？阿范我怎么办？没有鸟肉。啊，那个是你们约会的地点啊。姑啊，阿雄啊。哎，你床有留着吗？有啊，我要留楼梯啊，其他都上了。有人去解任务了吗？你们三个去解啊！你们三个去解啊！哦，还要去解任务哦，要去解任务。哎，丁义旁边有两只熊，我喊过去。哎，你们，谢谢。哈哈哈！建议是不要带材料进去。啊？有，我看到你。有啦，那个熊不太会那个、啊，它不会摔下来的、啊，它绕大圈。而且现在重点是要解，刚刚就摔下来了。要挖台，刚刚有一只摔下来。解任务，解任务，解任务！你们先解任务。你要什么、okay. 这个、我先跟你把身上的材料给拿了。反正有一些人身上有一些太多了，我满出来了。好 ，OK， 那你先解你要的。我听到空投了。嗯。希望今天就是刚好没捡到研究资料。哎，你后面你旁边先别拿，凶啊！啊，不是说了吗？不，他走挺快的嘛。找我啦！鸡排，把材料给我。你等下再丢一次那个研究，然后你就直接跑剧院。啊，你是这样，你要丢在你的那个研究桌旁边啊。你自己想办法，我带熊走了。干，山顶的巨人。山顶的巨人啊、哦！哎，山顶的巨人，我可以用一趴刀直接把他刺死。你就试试看啊。可以啊，这点就可以了。先把。你等下。先过来的时候，赶紧解决啊！这里有两只，他的错的，还三只啊！这有三只啊！他是卡在那个山上的吗？他住在这啊。好，我引走，我引走，你先。我先多发一点木啊！过来，你们两个都过来。今天要到教堂了，是不是？照上次那样盖啊，然后底座盖那个啊。确定吗？顶楼那里盖加盖那个、啊，他会追多久啊？我行不行、欸？好，够远就可以。好像没有看我。他好像跑去看你了耶，应该不会了，他应该是不追了。过吗？嗯，他们去追兔子，好爽，又有一个铜矿。被推卡了。他今天是哦，这边怎么这么多东西？致命是除草的神。但这个致命刺还得修理了。啊，那你有多的可以，多的研究资源再丢回来。我想要研究点的。哦，我丢了。那我扳手。你去哪？我这又拆光了，你应该没有用。我没有。好，你去把拆吧，拆吧。哦、你说研究资料用光了？没有，我丢在这上面。对，怎么有没声音的僵尸跑来偷袭我、啊？所以白天你那个位置是教堂吗？对啊。很快，他去揍了。你猜吧，我点你。我剩下也不用。哦，是啊。啊。好。哇，木头。哎呀，你好烦哦。升级哦。啊。
要是可以在这里再让我遇到一个致命兔，致命兔刚好。我们根本没靠那只兔子脚刷伤吧？那个兔子脚超强。没有吧？我记得打到完全没打。我好像有那个耶，就是 reset 致命兔的那个武器的任务。水啊！啊、怎么有一只僵尸啊？怎么追到这啦、啊？头上还插着一把剑呢、欸。哎呀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哎，死一只哦！我操！哭啊！真的有致命兔哎、欸，不是开玩笑的、欸，真的遇到嘞、欸，是真的遇到哎、欸。暗之英勇。不是，真的遇到了，真的遇到了。真的啊！我要打麻子、欸，我要打。那我们一起打。好，你过来帮忙，我需要有个。然后在你附近的样子。致命兔。你已经跑到游泳池了。邓凡。谁？我吗？邓凡。啊。哎，你们不是已经跑完了吗？没有，我先把扳手运进去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你可以先待里面。这东西是打得过致命兔的吗？扳手拍勇。要扳手也忘记要扳手了，那我在这边等你们。嗯啊。好啊，这致命兔。应该八次开到哪一站啊？强。他们应该已经开到。没有这个东，这个没有这个巴士。从来没开过，他根本连站名都没有。致命兔应该还在那附近吧？鸡排，你有看到吗？他过去找你了。是还说不？鸡排。哎呀，后面怎么那么多僵尸啊？你拉着那个兔子，我捅他。好，伐木矿啊！哇，等下用完这个扳手剑吧，丢在地上，给下一个你。兔子嘞，在后面啊！可以，我要准备吃它。我等下会空，打叉盒。Okay. 打叉盒。靠北外面很多人。哎，还有熊啊！啊，你先打，我把这些关都移走啊。这个兔子真是鬼哎、欸！啊，靠你突围啊，绿巨人。看一下啊、哦。等一下，兔子冲过来，了。兔子在我这啊，兔子在我这啊。你有弓箭吗？我在射啊。可以，你偷袭他，你偷袭他。没关系，我去。你等我。不行，换你。我在找兔子啊，在我这里啊。我来。绕，不是，他也追太快了。我先偷袭一下这个僵尸。等我一下、哦，他们有点反应。OK。哎，兔子变慢了。可以。你应该可以开个门 check 一下。啊！切天使！他死了！快点捡他装！我还走了！你们赶快先去教堂吧。啊，那我先把人拉出来。他的肉不用啊，他关键就是他这个。你可以直接顺便跑矿山家那个呢。可以啊，那先跑啦。致命兔子脚。啊，我把他们拉走了。今天才过一半，应该是可以直接跑到教堂。你说我，你们呢？我还没挖，我把他们怪都应该都可以吧？有啊，把他挖走了。兔子脚在这边等你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了解。其实里面没有很多僵尸。啊，引出来。哦，这个。兔子脚是来打宝的，但怪很难杀。拿了剧院拿了之后呢？
之后就到游泳池。谢转圈圈。啊，完蛋！他这样应该会拿兔子脚好好的打吧？之后有空再回去筛啊！我现在找教堂在哪里啊？我看到教堂了。你一直尿那个吃的吗？我现在在吃红豆面包。嗯。游戏里面的。够吃吗？我有烤蘑菇。好，我就是等下要跑矿山。OK， 啊对哈，我看一下昨天那个流程，你们应该已经熟了吧？没有，那个应该一下子就过。我不够。然后等下丢。我没有吃。哦，我发现你们量放反了。没有，我有烤蘑菇，我有很多烤蘑菇。好耶，有喽！我在附近呢。你们是路上遇到蘑菇都会踩，然后再看你要分定义多少。没有，我从他身上拿很多的。他欠我太多了，他欠我一把刀，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啊。真的吗？他还会不会还欠你下辈子软饭？啊？那倒是没办法。倒是好。下半辈子的人生。好好的，哎，熊会飞啊！我下辈子，我想要当草履虫。呜啊，熊在飞啊！哎呀，熊啊！哪里啊？哎，进去啊！嗯啊，旁边侧面有门，你进去。哎，这里吗？那啊，谢谢你。哎，还地上扳手。路呢？然后开了，然后再把它放在地上。没错、啊，你不是从这边上去了、啊？怎么走上去的？就是原本上去的那条路啊。对啊，我在原本，这不是他原本在对面的、啊。你走，你迷路了，还在嘴炮啊？什么、啊？你说正门是在那边啊？门那个有一个高低的在另外一边啊。啊不是啊，我就是从那边走过来的、啊。那你怎么可能没有看走梯？为什么我会从教堂里？为什么我从教堂的另外一面进来了？哪一边啊？是你那边还是你的那边？哭啊！教堂，你直接往上面那个另外一面也有笔记本冲，有吗？你上次也是从这里进来的，你只走到明明就不是这里，哭啊！你这里就没有门的。我没有本，那你去这里是教堂，教堂的背面啊。上你上次也是从这边盖的吧？没有，我上次从教堂的正门盖的。都一样了，都一样了。你刚刚在吃什么？我在吃。你说游戏里吗？还是？我说你人在吃。熊飞在天上啊！红豆面包，你喜欢红豆面包吗？我好久没有吃红豆面包。我也是突然看到，就是那天在，因为我很喜欢逛面包店，突然看到有红豆面包，觉得很想买。你一定要吃那个啊，全家的法式千层蛋糕啊！哎、欸，你要盖这样？法式千层蛋糕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死了？他跳过来了，我操！大白痴，你楼上这边也加两块地基吧？这个，然后你建筑物放在这里啊？我拉走了，你看，你看捡没捡得到？在哪？啊，你不捡了？捡？我的包在哪里？捡我。我剪一下，你看一下，这边盖不了啊！这边要盖的话，又要重盖。你有点远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要切哦。啊，不然你这样，我先把这个推的高度不够痛哎、欸。能量棒给你，不然你会流血。我找一个时间偷偷的，往这里啊，偷偷的，好不好？后面都是。好了，我这边偷偷的，快上去！有了吗？一定行了。啊，下面那区就做陷阱啦、啊，刚好从那边推、啊，你在边边偷吃，你再偷吃一下，偷吃一口。我把材料丢给你啊，我要继续出去挖了。喊你20根，吃到现在只剩8根了。9根，刚刚明就给你9根，你吃下去1根了，哥。那也是吃很快，好扯。你不够，我还有苹果、啊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。我身上其实有肉啦。
像蛮多肉，等一下够不够可以分？但我昨天他其实碰到那边触发剧情就可以。我上次哎、欸，我昨天是差一秒，但他还是让我过。我又被吓死了。啊？怎么办？咦，有个 QQ 啊，看起来只要三个箱子、啊。操作啊！你只操作啊，秀哈、啊。没有问题，都要来的。差，我死。这里应该不会被丢到吧？不可能吧！哎、欸，那个啊，刺刺怪哦，它是会从胸口刺出来。我只能说，第二只王前面大概有十几只吧。十几只这个啊。好，好哦。啊，反正你们有刀，那个应该是简简单单吧。这里放三台、四台、五台、嗯，我不知道另一把刀还在不在，但是至少有一把。我刀肯定是在的。丁一那把不好说、啊。乱讲。我很小心点儿，别弄丢了。这个、东西是很难弄丢啊。我们把子弹分解哦，子弹不给分解。我们是直接冲那边吗？还是要在这边放东西？可以冲啊，冲吧。哎、欸，这好像会卡到我了。太棒！工程师、拆除专家，有了，该有的都有了。你床啊？这样，这个。其实我不知道，对僵尸来说，这里算不算无敌区、欸？哎，这楼梯接这样。妮子，你跟得上吗？还要我们要不要等你一下？没事没事，我在路上了，我在路上了。哎，来这边直接盖三个钟摆，直接推就好了。推推机啊，推推机。你血够吗？这里三个推推机啊，你材料够吧？是在慢慢的。你先，这里三台推推机。往外推的，往外推的，往前推。你在跟我讲话吗？那、我弄一下。铁半条多一点吧，就刚好在第三格这边。哦，那应该。我好像要再多一点。看一下。现在我看你先盖个一两台试试看吧。你没有啊？你再摆，你这里摆开三台啊，你再摆开三台啊，然后这里再放。你说哪里要放三台？这里这一格中间这一格，你这样摆开三台。就这样、直接进吗？我等一下转过来，转过来。我在那矿坑上面一样盖着，把它往这边推，对准我这里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方向。狗会吸狗。对对对，三台三台。啊！真的。那这样我们要怎么走？哎靠！他咬屁股，我血不够。我们后面会再加长啊。哎呦，你已经走那条狗了。那个绳索。来我来。哎、欸，绳索不够了，绳索不够了。我想要在上面自杀，然后叶子啊，你都可以、啊。我去挖一点了、啊，我可以把你砸死。我先试银银匠吧。再怎么样也不想死在你手上，我也躺下。吵啥、啊？就是这样叫我就丢脸。我躺下。你要试银运了？好了，买了，我可以试。哦、不是，等等又。妮子，这边有包，这边有床，妮子耶，这边来了。我们下去的路到底在哪里啊？一起躺的吗？不是，哦、只有一张床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把血吃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吃不饱的血？有了。你有接到最下面吗？欸好像完蛋了、欸，他们上来了，又自杀，上来就会下去啊。上来就下去啊！好了，我可以走了。好像还行吗？还行啊。这个会喷超远的、啊。你觉得最好是三台都要、啊。你现在可以下来吗？你们两个先试营一下啊。可以啊，但我先跟你明天凶啊。这个是原生的，所以会上来啊，应该是没有什么。
爆腰嘞，我出去去干掉了。然后把爆掉在里面。对对对对对。下去了。到。来，先把这些第一批游客都送下去。怎么你只拿刀吗？我进来了。好，可以该下去的都下去了。我长好多。我去把萝莉拆掉啊。好，可以了，你可以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还在讲话？爆炸了！哇！完蛋啦，血之魔把我干掉了！等一下，那个自爆兵爆炸，自爆兵爆炸。有，那就走吧。对吧？冲锋旅馆。有，你按那个 F 就算。你要上来啊！看起来感觉两个楼梯的话，他们应该就会上来的。到了两个楼梯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然后可能要准备开始升石头地板了。你赶快去把下面那个拆掉，我拿不到啊。那个枪的已经在搞了。随便先拆掉一个。我先让他们走不上来再说啊。先这样吧。然后我的包不知道为什么凭空消失了，又怎么啦？我的包也掉下面了。哇，刚才那个砰砰两下。我的包又长出来了。那有什么想法？很多僵尸都摔断腿了。很多僵尸都摔断腿了。我就是想这边前面还是得有那个啊，还是得有断头台、啊。等一下，中间烧起来啊！这台下面烧起来，你没修到啊，哭啊！什么东西烧起来啦？我看一下。那个推机下面那一块烧起来，现在全部烧起来了。处理一下，还敢不检查？呜啊，他怎么在烧啊？好险，我看到啊！我也看到火啦！我看一下，1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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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OK。右手边楼梯。要记住。哎，有便便哎，看，为什么这边有便便？是啊。哎，金牌你是带材料过来的，是不是？这里是进不来的啊。对啊，我要带材料进来啊。你这里是走不过来的哦。你得从外，你从外面，你沿着围墙，好白痴盖在整个教堂的背面。你是？好，我跑，我跟着好白痴。没错，跟着我走。那我们这样走了回去吗？公的绕绕看，下面还有狼。我觉得这里应该可以偷偷的。感觉要有另外一条下去的路哎，不然这样也绕太远了吧。那你盖啊，反正木头够的话，应该都能盖啊。我看一下够不够啊。主要是那条上来的路很安全的、啊，不会拆掉、啊。可以拿行李箱，你可以吗？应该是都不会被拆掉的。我也可以。哎啊！我们之前盖的就会了。没啊，昨天那个保送啊，各位，昨天那个我要回家了，我可以去补那个，这样我们就有两条路。那你假设这样子，没关系，我可以。这样至少我们前后都有路啊。不然那有一个复活点是会在前面的。会摔死吧？不会啊。鸡排，你有肉吗？我是不会啊。我不行，我不行。等我开车。哎，鸡排，你身上都是有木头还是石头？拜拜。先帮我打，先帮我打这个。有肉，小绵羊。没办法，双载啊！你那个他那个怎么上去啊？不是不是，先杀。没有，我忘记骗你的，哭啊！好的，假的。是啊。我以为。用弓箭射他，你用弓箭射他。嗯。赶紧有人。
怎么外面跳进来，里面跳不下去啊，白痴啊！哎，咪鲁还行吗？我可以，没事，你就可以那个。见不怪，我见不怪。包紧一点，我就可以。好，有人 A B 的骑车走。谁？所以我一点都不卑鄙。反正他就要回去做事啊，没有做事就开始嘴炮他。他要准备回来发电，他要准备回来发电了。希望最好材料是够的吗？今晚就有电了。大概有几个铜，几个那个？那我先挖哈，铜也不急着回去。I need a pill。你们先用木的打吧，可以吗？用木的会很难，会很难修炼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边绕绕怪，然后一边采一些树材。可我也没办法生太多塔，一两台就好了，我们只要两台断头台就好了。可以啊。然后地板得要是石头啦，因为今晚应该是会烧起来的。第二天有那个爬爬吗？没有吧？有吗？早就有了，昨天就已经有了。第二天会有爬爬，会有。昨天没有，昨天就对嘛？我怎么昨天怎么可能有？忘记慢慢加水吧。昨天有那个喷毒的，还有打出哦。那就是没有爬爬的嘛？讲那么多。有一次、哦、那个什么、啊？有原生的、哦。那个是远程的跟工程的都有了。电线杆可以拆吗？不行啊，我没有扳手啊，扳手在那个、啊、放在那个。要怎么上去啊？要怎么上去？太好上去了。你要走最边边跳。迷路后面就是。然后抓那个围墙。哎，我们现在要往哪里走啊？哦，有人可以帮我们标个点吗？家在哪？那么远啊！你往那红色骷髅头走，就是教堂那里。哦，红色。几百里已经路过啦、哦，就是围墙的边边啊，然后跳上去啊。他、哦、盖、哦、的有点奇怪、啊。这边超的，你一直有看到那边超那一块超多标记的，超级多，而且还有我自己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傻眼呢。你要从在旁边一点点啊，你不要穿装备，应该跳上去了。是菱形的骷髅头，有看到吗？有，菱形。啊，好哟！我听到枪声。基本上是上不去，那你先给我挖材料，我等等重盖。所以等一下给我一支扳手，我要去拆车子跟电线杆了。可以啊，我就怕你把别人的拿了。先做就好啦，就不会少一块肉。奇怪了，反手是多难做。反正你可以先升石头地板嘛，先把那几个、那三个。六个位置都先放石头地板。石头地板啊，没有啊，没有那个树叶，我升不了那个台子啊。哦，你要树叶啊？你等鸡排，你等鸡排想办法上去啊。我只要可以升，我要升这个台子，它才可以做砖头跟水。还是你要先下来一起挖，我们十点再一起上去啊。我再从另外一边盖那个楼梯啊！哎呦，我好晒，我已经八个铜矿，好爽！我现在还得把这个东西修好，坏掉了。靠腰，我拉到血。这里熊超多的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没有熊的地方来伐木。盾级是怎样？这游戏盾级是盾反啊，就跟艾尔登一样。不是啊，它是攻击时5%盾级。哦，盾级啊，不对，爆伤之类吧。妈的，这把伐木斧
罚一罚嘛，有时候开枪声不知道是谁。哎，妮子，你们今天是有挖材料的吗？还是只有解任务？有挖材料，我们现在在挖了，我们现在再挖一点，要准备回去。可以可以，等你们挖完回来。嗯。那但是就是什么都挖一点的那种感觉。你啊，怎么这么多熊？就什么都来一点吧，什么都来一点是最好。嗯、教堂最恐怖的就是熊啦。刚刚那小声。他被熊咬啦。不是螺肉被熊吃掉啦。听到野生动物的叫声啊。你还是追着我啦。但这片超级多超级多熊的。你不过矿是真的多耶、欸。做弓箭，晚上就把熊顺便都猎一猎吧，不然他们应该跟着爬上来啊。好，挖完这个上去吧。哎、欸，鸡排，你过来、啊，我到告诉你怎么上去啊。好啊，哪里？等一下。等我先把这块矿挖掉。有狐狸啊！给他一棍啊！给他一棍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对对对，僵尸跌倒了！哎呀，我也跌倒了。嗯，你也跌倒了。你到哪里了啊？我突然看不到了。他被熊咬了，这里啊，鸡排，这里啊，然后他要去捡包啊，他要捡包啊。哦哟，有熊啊，超多的。我听到里面有熊的。跟上次盖的地方是不太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不一样。他盖在反面。你从这边助跑，然后跳这个都可以跳上。然后助跑。这样才安全，有空用。好，可以走。丁毅，那个路口是在教堂的背面哦，正门我还没有盖哦。没事，我就从后面走。看一下你盖的怎么样啊？现在太黑了，盖这样哦。看等一下还要不要再加？然后这个每一个楼梯上来都一个断头台加退退啊。往什么远？如果不盖粉的话，它应该不会卡住啊，我猜啊。不是啊，你这里再补一台推推，你这里再补一台推推，我这个位置啊，然后这里木板先补。那就是要先做材料的，我去弄。我先丢，先都丢，先都丢进去吧。先全部丢进来吧，鸡排。哦，我这样子，我先丢。看一下有多少东西再来决定吧。我身上是37根木头。要叶子，要一很多的叶子、啊。叶子340。哎，白痴，你负责升级地板啊，我盖吧，你来升级地板。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想做就可以做得到，下次可以拿更多。那是我。没有，我在跟聊天室讲话。哎，没有叶子啊，哭啊，你把叶子都拿走了。我把它做成绳索了，我已经把它丢进去了。我还有55片啊。那不行啊，那这样又卡住了。等他们外面那一批再回来。来去采。来到家咯。其实我是想在前面一点放断头台的。教堂上不去欸。你这样断头台可能会卡住他们掉下去的路欸。不然你中间再盖一个木板，然后再放两个断头台啊。
我想说你楼梯，楼梯不要直接全是楼梯的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知道了。先卡一波应该是还好。你中间这里可以转一个这个小木板之后再盖两个断头台，然后再楼梯啊。就你可以把楼梯那边中间这里改一个断层，然后放两个断头台。啊，没事啊，就这里啊，譬如说，我其实盖这样，盖这样就可以啦，盖这样应该是可以啊。你要确哦，等一下又不行。这个应该是盖两台啊，材料不够啊。你再放一个钉子进去，我身上有。对，跳不上墙壁啊、哦，跳不上去啊。他那个难跳，我直接盖一个啊，我受不了。试营运一下，你让一只上来看。那什么，让一只上来？那楼梯一插上去就是一大堆哦。等等啊，我会搞啊。先升地板吧。你先升地板啊，我还要盖第四台那个推推机啊。不是啊，这样我们没有路了，不行啦，不能再盖啦。我会在加，我在加。第四台。好，那你自己加。后面这一块是多的啊，这一块是多的、啊嗯，有东西要塞了。那塞完了。有这两块地板的话，他们走过来，你这样推，他会。跑到很奇怪的地方。不是、啊、你这样，我们怎么走过去啊？我们一走过去就被推下去啊！没有啊，你要从这里啊，你就直接走这里维修啦。哦，耶、yeah, 啊！那你是说站在上面算无敌区吗？对啊，陷阱上的话你不是说什么无敌区吗？不是、啊，一般来说它应该是不太需要维修的、啊。这个这几台是不太会坏的、啊。可是这两台现在要拼电，是不是？你是不补次数的？你看能不能把这两台拼电啊？不能拼电的话，我的人要跳着维修啦。对，石头这样超缺的，超级无敌缺啊！现在要拼电，我跟你说应该是拼不了。全部都要石头，不太可能的、啊。你今天来不及全部石头，是不是？就是那。反正这个地板要先分完嘛。对啊，今天一直检修就好了。我先边研发嘛。你先研发吧，你地板不够，你就再加大吧。对啊，我至少先把我们的地基先升好。好、啊啊，我现在在采东西，那就先以木头为主哦。嗯，你先以木头为主吧。啊？其实石头应该是有很多的、啊，看一下那个到底在哪里。陷阱机到底在哪里？铜锭、齿轮、铁锭。忘记那边要扩建一下地板，那算我再往旁边盖。你直接往旁边盖就好了。我只是有点懒。我感觉得到。还好，今天如果是这种迷宫型的，威力还是很强。这个是迷宫啊。这个叫迷宫，这个叫做僵尸赛跑型，让你欢迎光临，然后直接回去。哎呦，木板钉子，扳手，我们有几个人？七个。那信你个鬼，六个。我要金色的扳手。
完全没有任何能力上的差别。没事，他就要亲的。嗯，六八掰的。那你很会哦，我只是说我刚刚连那个致命兔的出了装都不是什么好料的。你只是你可以拿一把。我致命兔的装你可以给我，我可以去交任务吗？啊，那给你啊。他好像是可以洗那个能力还是干嘛的，我不知道。可以啊。发电啊，发电，发电。要从哪里上去？教堂的后面，然后有一个就是围墙的最边边那里可以跳上来。哦，你还要再盖一层哦，这样子我还要再帮你下面还要再帮你升级啊。啊，那边啊。1234，只能再升一块啦。感觉先这样吧，反正我们这边先不爆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先不放陷阱了，我还有陷阱机啊。楼梯被打爆了。应该是楼梯被打爆了。我看一下，就是你们围墙有盖一个楼梯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鸡排楼梯被打爆了吗？我那个应该是我盖的吧，我盖的那个就是我跳不上去。没有啊，那边要助跑不是吗？我没有手机啊。那鸡排你带一下七叶天使。对对对，七叶天使，你从那个围墙，等我一下，是直接跳上围墙的，围墙的最角胶是可以抓的。哦。要助跑啊！你先把装备脱掉助跑。哦。我靠！怎样？你自己材料丢了吗？从这边要助跑。对对对，你们叫助跑、啊。丢了。丢上去。这烹饪桌是你盖的吗，妮子？不是啊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位置不行。我没有盖。我是坐标是不是？这个要盖。那我插上去了吗？啊。你抬我东西给你。你看一下丁义今天有机会搞出电吗？哦吼！资源够都是有机会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我东西要给你啊。哦、我带了一点东西回来了。烹饪桌不能放在那个上面啊！只有人把钉子都偷走了。那我刚刚在可以把铁矿石分解一下。我放两个进去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。对啊，你分解一下铁矿石就好了。你等你的天使回来，然后我还有看看他有没有？我还有七个铜矿，然后木头有60个。上面那个是无敌点啊，无敌点不能放箭，会卡到僵尸啊。你会点这个制作会小回溯吗？为什么一直回溯？因为他现在就是现在有点那个，因为僵尸还没开始清，除非我们现在就要开放了。真的，你这个样子真的是不行啊！好，白色好像要开始开放了，盖吧。你盖了吗？可以盖啦，我觉得先轻一点吧。太污秽啦！我还有铁块跟那个硫磺啊，真的。好兄弟才给你的哦。有把蜡。好兄弟啊，我把这个东好东西倒掉了。没事，我修。我把能放的都放进去了。那给我一块和我个扳手吧。那个变变侠真的是很北蓝扳手是有四箱。你有完全的接到地板上吗？有空隙呢？哦，可以。他又要变变了，完了，他就一直丢巴拉在那边炸楼梯啊，对吧？上来了，看起来很顺啊。可以啊，但是那个楼梯现在正在烧啊。你那个变变侠要人去捅他、啊，大家有人去引他一下，还是我去捅？今天感觉难拼点，还是去拼？你先拼，你先拼啊！我可以捅他了。你先把我刺死好不好？好。有，这一次看起来很成功哦。谢谢你答应的这么干脆。很练的。我举盾在这里，谁都别想过来。他帮你造卡那里东西啊？我不是盖了一个造。这把。他爬到你的盾牌上面的。他把刺盾盖那里啊？你不要把建筑物盖在任何的东西上面了。你不是说你要下去刺？没有，我要拼科技。
还好啊，这个还有反面啊，他们就要是上来了，还有反面啊。那厨房可以盖这边吗？盖在家里面吗？可以盖在家里啊，你只能盖在断头台，断头台你上面补吧。等一下，我准备过去补啊。我在想，鸡排你去补啊，我下去捅死那个双枪的、啊。哦，好、啊。还是双枪上来了，他上来了，我就不用理他了。这局的卡打七啊，还是卡到我？过。哎，他们不知道在看谁啊？罗宾烧起来了，那没办法。罗宾烧起来了，那个只能坏掉之后等等再修了，因为下面有一个那个拔拉僵尸啊。哎、欸，有一些上来喽，踹下去，踹下去，踹下去。哎、欸，有双桥，一放，我那个断头台要怎么补啊？那个地方，你跳到上面，然后再跳回来，补完再跳回来、啊。不然你就直接盖一个地板在旁边也可以啊。我盖个地板好了。对啊，你盖个地板也好、啊。我先做检修吧。我靠，怎么爬山？他们会爬上来，他们才会地板不能盖啊，缺木板啊，缺木板了，那我去哪？双头在哪里啊？双头在下面，没事啊，楼梯坏了，先处理这一批游客吧。反正我们上面是防火的，他也不会烧到上面来。哎、欸，鸡排，你不要一直站在那个上面哦，你站一阵子就要下来。弹头台真的要瞧一下。这样吧，这样吧。有了，补了，补了，补了。下去了。反正就是断头台先收掉了，直接全推了，先全用推的啦。嗯，主要是不知道什么有几只被推之后，然后没反应，不知道是怎样的。因为断头台会卡、啊。不是，是他是没有断头台的位置，他们也推不下去。你看。哦，啊，他就有时候他就比较壮啊、欸。哦，看起来是那个啊。就有蛮那个的，蛮那个的，因为那个反应蛮慢。但没有断头台，伤害还是不够啊。有啊，那个断头台我补一个，让那个鸡排去修了。我看一下。啊，所以尸潮跑哪里了？你们是因为楼梯断了、啊。啊，我说啊，他楼梯断了之后，他们跑去哪里了？不知道。他不是应该在下面排站吗？啊，等等，断头台要改，等断头台才要改位置啊。其实是会推下去的、啊。断头台我是想盖在这个位置了，最好的话。好话喽。哎，阿妈！第一不是说电台？放喽。啊，不然你先放，你先放啊，先加点气呢。放心，说大可放心。电缺多少啊？哦吼！来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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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喽！蛮多的哦，蛮多的哦，蛮多的哦。怎么修？根本不用修啊，那个东西根本不会坏啊。很顺哦，真的蛮顺的。Nice！ 我盾牌先举起来。一走。你可能要扛一下最后防线啦，我就在那边踢吧。嗯，看起来是挺顺的。准备就绪。放心，只要再给我一分钟。啊、然后鸡排就在那边修那个嘛，啊，你要看一下你那个地板会不会爆？没想过。一直都没想过。这个给我，如果顺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嗯。
那个应该挺稳的，应该没出意外的话。那我可以去尿尿吗？不行不行，你撑完今天可以去尿尿。嗯，你先过来帮忙踢一下食草。我在帮忙。我有这种特殊僵尸。哦。哎呀，其实我们也只要踢就好了。我知道了，断头台会慢慢清的啦。怎么了？断头台会慢慢消耗他们的。电是生不出来是不是？没有，只是当员的伙伴卡住。我只能说你们的这个要暂时没有作用。哎，过来缺一个绳索。然后暂时还要缺电一阵子啊。有人可以先踩脚踏车，是我，好，就是我 ，OK， 谢谢。你去踩啊，你去踩啊，耶！嗯，哎，我怎么被炸了？他那个有时候从上下面飞上来，但这一次看起来非常成功啊。对啊，然后我们明天再把量整个加大，断头台的数量整个拉多啊。而且那个推推机很酷啊，我护断头台啊。快说不要说，快说不要说。推推机目前是全面安全啊。哎呀，原本断头台这个也可以啊。哎，你接到线了。没错了，哎，那鸡排你可以顾那个断头台啦。断头台不用顾了吧？好像是有接线，是有电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有电了，有电了。你可以来踹僵尸了，来踹僵尸。楼梯又坏掉了，只剩一个楼梯了。没问题啊，每次那个楼梯可以慢慢修啊。那楼梯要慢慢改版了，要慢慢把它改成更好的。我已经听错了啦。完了，裂下去了！啊，你们能挖石头的就挖点石头吧。接下来要石头了。嗯，好。阿全，下去。石头吗？我不怪你啊，难免会出意外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没办法，重脚判定这么大。嗯，判定太大了，下去了。我现在是这个重脚做坏了。李小龙哦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去挖石头啦。现在你有需要捡东西吗？啊，我先去捡我的包啊。捡完包去挖。我想要去捡包哎、欸。是死人复活，死人复活点复活。你们打我，阿缺？他怎么这么多阿缺啊？这些阿缺哪来的？阿缺，你们打我呀！因为他们有绿色的僵尸啊，摔下去就变阿瘸了。楼梯没了，楼梯没了。刚刚外面还有双截，你盖一下。我要准备下去补啊，等一下还有一点点游客。我念念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坐标啊？你感觉是？啊，每个都跑过来追我嘞。那怎么办？要拉回去吗？你是坐标的话就拉回来啊，或者你直接死在外面啊。那我死在外面吧。是那个？没有，我的耐力不是无尽的。我的耐力也不是無……哦，我死了！要他们要回去了。他们好像跑去追别人嘞、欸！我看他们又说也是往外跑、欸。没错，所以我感觉目标是外面的人、喔。我至少 CD 还没跑啊！你就给他们砍死，不是一样的吗？有几只断头台可以再新增啊、原本的这个都已经升级了，就升了吧。哎、欸，白痴，他目标是你啊，有个阿普一。
七天使跳中脚，他不是在上厕所，他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嘿，哈哈，没体力。哎，我需要那个四趴两趴刀 ，OK 吧？可以啊，你捡得到的话。嗯，只是在你身上吗？那要不要还回去一下？断头台。你等一下，我拿给你。断头台，感觉得加量啊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要加量啊！我都要在楼梯的中间再加一条路啊。你在哪？对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很多僵尸上来了呢、欸。退下去啊，退下去啊。有的。那就是那边了。啊，楼梯先掉了，先让他们这样，准备把它盖回来吧。哎、欸，有了，也拿到了。艾卡，中奖。哎、欸，全爆了。嗯，最底的那个爆。哎、欸，楼梯全爆嘞。你拆掉了。就不再盖了。你直接加盖吧，你直接中间盖，我直接盖那个我要的那个啦。对啊，你直接中间再盖一个平板，木板，木板跟绳索拿出来啊。哎呀，木板、啊、可能也不是拿不拿出来，可能是真的缺材料。嗯，真的缺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我们材料够的、啊，够的、啊。木板跟绳索丢进去。等一下，我都做了。木头快告急了，好，丢了丢了，丢了丢了丢了，哎去，哎去，我操！现在刚好盖路啊，有人在想你哦。那你这边也要改石头的、啊，不然这个爆掉太亏了。这个要这两个改石头啊，这两个我要放四台断头台啊。那我看我。我看一下能不能啊，也钉要一大堆，不过啊，这个不过啊，等那个探索者回来吧。是有人在拆家里啊？啊，终于啊，终于可以靠无敌针掉下来，他们好难受。最后一定是全部都要石头的。I can't fight like this. 只要我这个没掉就可以了。其实核心呢？核心的那几个先弄啊。啊，完蛋！应该都没被敲吧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！摆一摆，无敌针掉不下去，操你妈！真是。你要无敌？我建议重盖一个床啊！一定要重盖一个床啊！你们换，反正太难下去了。你们可以自己盖新的床啊。对啊，你们直接自己盖一个、啊。那个你们不一定要睡那一个，你们可以自己盖一个床。你们可以自己有想要的。你们可以自己盖一个床。哦哟，下去很花时间啦。哎，我肚子饿啦，完啦，没东西吃啊。你叫鸡排，拿点苹果啊。哎，对，丁一要吃啊，吃我的肉是不是啊？没问题啊，你现在要吗？刚不是，刚不是苹果吗？怎么变成你的肉了？鸡排我也要吃的。都有。我现在马上送回去啊！你们都在家里啊？我在外面。那时候我开始挖蘑菇了。你那个断头台，你该这样按理要接电吗？你这个没接电啊？没有人会修的、欸，到时候肯定是要全接电的、啊，就趁今天定义赶快把它能接电的接电啊。先，你开放之前那个地板一定要升石头的、啊。我先出去偷材料啦。啊，不然我也去挖吧。那个不升应该是没办法开放啊。我是只有一个电池而已哦，大概四台应该是紧绷吧。公四台使用刚好吧，差不多吧，感觉。你在嘲笑的是一个努力挖矿的。我有东西要给你，好吧。为什么这里没有无敌针可以让我下去啊？要好料了。我不知道是谁，不好说，我不知道。怎么了？你说你要偷别人东西了？刚刚你只给我一个润滑油啊，那个润滑油可以干嘛用啊？
我没有。总之我就是你跟妮子用啊，很难说。你跟尖尖用啊，很难说。怎么给我这个没用的东西啊，妮子？哎、欸，白痴，给我一个斧头跟稿子啊！我的东西掉在里面。靠、欸，你不会自己敲就好了。这个唱歌才可以敲哦。哎、欸，我的包呢？掉了。我的包。石头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路边石头卖花的朋友吗？出 bug， 好远。出 bug。包嘞？刚刚。我包嘞？它会埋在地板下面，很奇怪。哎呦，安心的挖矿时刻。来，你安心的聊，我这里直接一只狼，一只绿僵尸，两个炸弹壳。那你加油啊！我们的电全靠你啦。所以电最缺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铜矿是不是？电下面龙缺。反正因为它也需要橡胶树脂，也需要铜线。不会吧？我怎么需要熊外教？做扳手给我们。哦，要白僵尸怎么出来了？你要、啊，我都可以先给你啊。那我去，我你先。哎、欸，他们怎么看一看又走了？那等一下，我看一看又走，他们在追你啊！东西啊，可以丢给你。哦喵嘞！咚咚。这次回家的路有点难找啊，这一次。因为这一次他主要是盖在后面。我这个，这个不是那个的头吗？对，大概的头。不好说。坐标啊，每个都搞错。不是啊，这头不是那个的吗？那他的包包里面就刚刚我丢给你的东西啊！嗯，你该不会是我的头盔吧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丁，你在家里面吗？没啊，我在外面。丁，是我哪个东西？这里。哎呦！我走了，我要去挖，我要去挖那个了。去玩停车场。哎呀，你去偷车，你去偷车。我去偷车。妮子，我们需要石头，我们家就可以变漂亮了。冰之水。哇，这个家实在有点难上去啊。哎，其实石灰石给超多的。砖头。哎，忘记我打到第二把那个致命刺可以换 X， 可以给你啊。什么？你又打到一把了？有一把一趴的、啊，看你要不要。啊，我卡到你了！不要放屁啊！那把原本就是我的、啊。我要助跑啊！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助跑啦！你的屁股挡在我前面啊！而且我这是两趴的、啊。那是我的屁股挡住你。你是一趴的，你别加水了。还要打到一个很酷的头盔啊！看你要不要。我就知道。我就知道我的包，我就想说为什么那个红色的骷髅头不见了？对，感觉可以啦，你先回来吧，你刚挖一点就可以了。不是、啊，还要等丁一升电啊，不然那边不好修啊。是可以先盖一个楼梯，先下去修啦，不一定要先清啊。啊，你要先清一点啊，你怕会卡住是不是？从来，其实我也不怕，我也没什么好怕的，我也没什么好害怕的。对啊，大不了就冰柜吧。觉得我先采材料，我大概16点回去升电。那等丁一16点回来啊。你们也可以先伐房，这我再多伐一点啊。你那边还有得挖吗？我看能不能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挖。可能也没办法，这白僵尸追着我。算了，尸潮在追我，我先直接上去好了。我可以插五个砖头就可以把你要的那个地板全身石头啊，这样应该就可以先开放。你说核心地板都可以升满了吗？对啊，就插五个砖头啊，其他的都不丢了。然后你再盖两个断头台就可以上了。我断头台已经盖了，可以再补两个。就是再补两个就会变成六个断头台啦，我不知道电够不够啊。啊，反正电有缺电再说吧。那所以先用木头的，先用木头的吧。先用木头的先清吧。先走反，不知道我就一路被僵尸追到这里啊。
缺电再找能源部长啦，总会有不缺的一天呢。副业啊，挺好，现在你只副业，你是要盖几台？有你能，这个当然是你能源部长说话啊，你有多少电，我有多少货啊。嗯，我感觉顶多盖四台差不多。如果只有一个电池，你赶紧做五个砖头，先丢仓库。我刚回到家，我砖头，好，没事没事。看一下，我材料都丢进去啊，我再继续偷啊。啊，反正你也会那个嘛，你也会盖嘛。你有那个工程学，你盖吧。我真的要盖另外一条下去的路了，太痛苦了，这个真的太痛苦了。你自己也想靠无敌针下去？我不想靠无敌针下去。你爱你的砖头嘞？啊，我把材料丢进去了，你自己把它变成砖头啊！我，哇，五个零，那弄四个零，哦，自己来乱的哟。是，不是你刚刚出去挖那么久，然后就跟我说你挖了四颗石头？你以为外面很好挖，全都是熊啊！而且我还是坐标哦。哦，这里等等再说啦。对，你到底是干嘛？你这个盖一半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材料不够啊！走啊，鸡排挖材料啊！外面很多熊啊！你挖那么久，挖四颗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基本上都在被追啊！我至少起码也升了。也生了很多石头地板的呢，我就缺一个，我就缺五个，他们就给我四个，难怪我刚刚叫你敲的时候，然后你在那边不理我，然后说你放在仓库了，看根本就不够，差一个，什么东西放在仓库了？夸张啊！我就跟你说我没有挖掘的材料啦。不是我用掉了，你 IHBB 就能自己弄一个了。我刚刚叫你给我十字稿啊，害我在那边自己捡石头自己做啊。我从头，你在从头做，你明明就可以直接敲一个十字稿跟那个斧头，你想敲几把都可以。然后外面还有熊跟白僵尸在抓我啊。我刚至少挖了二十几个回来，然后你回来四个，我跟你同时出去，你还比我晚回来哦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挖了二十几个原木回去哦。我挖的都是原木，用光了。虽然我又把它用完了，修好了吧？我可是挖了原木回去哦。靠，那你不就是刚出去只挖了一块石头，然后就回来了？我可是挖了不知道多少根木头哦。虽然我自己盖路又把它用掉了，木头都进黑洞了，大家努力挖哦。现在缺木头，不是哦，我要盖新马路哦，你懂不懂？你原本那个马路不好下去哦。好了，缺木头是不是？刚刚被用光了，熊被谁用光了？不好说。你那石头你怎么盖新马路啊？不是啊，我也在处理石头啊，等一下有熊啊，孤啊。不如我们把熊干掉好了。你能干掉他，你就干掉他。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干掉这些东西啊。看到一次就得绕干一次啊。原本还有一把武器的。啊，你不是说你打到一把新的？对啊。没有我你要怎么办？啊，我那一把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很奇怪啊。你有头绪吗？我不知道。而且我那一包里面，我记得是有二三十个钉子的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带着钉子要去盖那个的。钉子。完了，坐标一直在追我啊！我死在这里，转移坐标好了啦。把我杀了吧！把我杀了吧！
哎呦！哎呦！哦，踢一个，快去，快去！哇、啊，鸡排，你把坐标转移给我，这么狠啊！哎呦，你在旁边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啊，我转了、啊，我转了、啊。鸡、排开始，不当书童了吗？没事，我转移了。旁边是，你的旁边是七夜天使啊？我是其他人啊？对啊，我也是七夜天使在旁边啊。没事啊，我转给妮子啦。妮子扛啊，妮子。妮子，你别再转回来了。去跑步吧，妮子。嗯、你跑远一点，你跑远一点。你妮子是在砍木头吗？我在挖铁块。你好优秀。没事啊，至少这样聚在一起，这大家比较好挖嘛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这样子。没食物啊，哪那么多食物？就捧个鸟啦！你怎么会怪招我？我有啊，阿布伊，你要吃鸟吗？来啊！给我一点鸟，给我一点鸟！来来来来来，等一下，你只想拖怪怪撞我啊？不是、啊，你不要死在我旁边哦、啊，你走开哦、啊！完了，你只是鬼啊！你只。我不想。谁家猫那么可爱在叫啊？哭啊！哭啊！跑来追我啦！是好白痴，一直有人把我变成坐标，是我没有办法吧？但我还是可以再把它转移出去。没事啊，神笔贵剑吧。没事啊，坐标转移了。是啊，有敌柜处理。坐标转移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我不小心死了。我不小心死了。哦、啊，这样子是不小心的。这样好玩吗？双头，这样好玩吗？没事啊，你只心情不好，哈两根都可以处理啊。哈不了，根本不能处理。你哈三根啊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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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经生了，我已经自己生了，就差一个，我已经生好了。啊，电力部长呢？他不是说要回家了？我不是说十六点？我不是说六点？不是、啊，要先清啦，这个怕清的有点不够快。我也不小心死掉了。现在有什么东西要清？是地。昨天的尸潮根本一天都没有清啊，一直都没有杀啊，还没有开始清啊。然后他挖了一半天，就拿了四颗石头回来了。你就知道两点了，当坐标要挖有多困难了。那我好像要回去，可我也没什么铜我不知道够不够深。铜绝对够啊，家里还是有吗？就是到底跟王杰有什么关系？你有几个铜了？你又一定够了？一定够，因为我刚刚做陷阱梯的时候做了21个铜线哦。好 ，OK， 21个。啊，那个双头的在这边丢巴拉菜，我们家有那个刀子处理一下嘛。鸡排过去找你喽，有刀子的就是丁义啊，还两把刀子啊。没错。僵尸上去喽！好了，我回来，我挖完这块回来啊，这块大的啊，应该会有两个铜矿啊。好，穷追不舍你到底是怎样？你到底想怎样？你到底怎么样嘛？
这是坐标，坐标怪啊，你就是坐标怪啊。你除非死掉，转移给别人啊。没有哎、欸，但他这个是那个地区怪。我现在遇到的。为什么家里有僵尸？因为这个推推机有时候没有推好，感觉太累了。We need to find food fast. 我身上也有挖到一些铜线。可以啊，偷车，偷车就是专门偷铜线的、啊，铜线钉子什么的。嗯你忘捡，你应该有捡没？捡什么？扳手。有我捡扳手，来啦，石头回来啦，200个、欸。有一个这个地板被那个被彪彪哥炸坏了。彪彪哥啊！哎呀，彪彪哥一直丢把大宝在我们家。我去看一下我的致命刺到底长在什么地方啊？彪彪哥是不是就是不愿意上来啊？他没有，他上来了，只是那个断头感觉伤害不够啊。就等他慢慢杀了，他大概要被杀一天吧。我也要来，我也要过来。你用你的刀刺他，你用你的刀刺他。不行啊！不要攻击啊！哎，有没有别条路上去啊？有啊，就是原本的教堂的后门啊。你们教堂后。好，给钱。楼梯断了，但也又清掉一些啦，挤在一起。哦，就先处理老游客吧。麋鹿，嗨嗨嗨嗨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停车场挖车，怎么了？对，那个地板要修啊！什么礼物？这大礼物要送，要回家的那个地板要修啊！我回家，那要爆了。家里还缺素材吗？我回家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先补材料。我应该没有到很远，家里应该没有很缺啊。那我就去挖、哦。嗯，有一只在那里。我在家里，我在家里。刚才想说会不会很远？哦，我走回去，我走回去，等一下。大型的还是得靠这个，得靠这个沙、啊。哎、嗯，缺电了，缺电了，缺电。行。我还要再等一下。有一个普通的地板没了。你就暗杀他们吧，暗杀就暗杀掉那一只。拔蜡仔就好了。干哦，他一直在杀我。嗯。现在是缺电是不是？我。拔蜡仔。那今天你先可以先去骑脚踏车呀。嗯，我来补充一点电量。我看到他。完了，那个地板要爆了。哪一个、啊？楼下那个、啊。嗯，那个有断头台，那个要爆。妮子你，我快到了。好好好。妮子你来踩吧，你来踩，你来踩。好好。我去修楼下那个。哎、欸，踩那个是什么都不用做，就一直踩是不是？他就一直踩啊。没有，要全神贯注哦，很累的。你确定？真的。哦，修到了零趴，零趴，他竟然没爆，我还好我修到了，不然就可以。我在讲哈车，对对对，那个坏了，其实也是还好。你开始出现假木头、假树啦，开始有点那个嘞，是不是伺服器在偷载 A 片啊？这个时间差不多了。不是啊，这个伺服器也快终结了。呼呼，这个！哎，你要带材料回来了。靠第二之王啊，还有靠第二之王啊，二次我的十吧，哈。该带材料回来喽。干，我的箱子被卡住了。他们就继续给我 biang biang， 我觉得又要投石机启动了。他们太烦了。
没有楼梯可以走上去了。目前没有。不是，你不是说在后院？啊，对啊，只有后院那一个可以走上来啊。我楼下那些包到底要怎么捡啊？我要捡我楼下那些包。看，我还用捡包哦，干，快压开。不是啊，你全被僵尸淹起来。啊，你要清完他们才能捡啊。清啊！清啊清啊！我再去弄材料啊。看来僵尸都聚在那边了，我可以再去弄材料了。缺材料是不是？缺很缺很缺很缺，你都先运回去吧。好。又捡到一个人的包了，哭啊！妈，这人身体水泥绳索，不知道干嘛。放血是你。你都已经捡走我的包了，你还要问哦？那个是我。妈，我每天都在这边种水泥，你捡我的包，你还要靠背干？你自己去修水泥，你导师你还在这边捡，你去铺水泥，操你这里！不是 啊你怎么不先把水泥铺好再下去啊？不是，水泥已经爆了，然后我说水泥不够了，然后你跟我说啊，你要去挖，拿回来四个，然后你现在跟我嘴炮，石头在哪里？我现在不是放了50个进去了吗？50个嘞？是，那现在那个地板已经爆了，僵尸上来我们清不完，我修不到。50个，我们家怎么对没还修不到啊？就是你啊，丁毅。台鸡排，哎，闭嘴！等一下，鸡排不要讲出来。哦，干嘛？我把你照咖喱啦！你怎么把我照咖喱不见了？你是不知道我要煮菜是不是啊？我的照咖怎么会变得菜鸟？那张床怎么那么大呀？真的很大。米露，这是要送给你的。你要送给我这个干嘛？送给你们。双人枕头，哎。食草又追出来咯！我想说你睡觉的时候啊，你不是说你只睡几个小时吗？对啊，你不是睡太久腰会痛，应该是床不好。我送你一个好的床。你好贴心呢、欸。你要躺哪个毒？他是可哎、欸，这个是一个人躺哎，好厉害啊！哦，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复活地点存在这张床上。你会就从那张大床上醒来。刀子在中庭，刀子早就被人干走了。楼下那个都是羊角锤哦。然后算是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。嗯，没有没有，不婚主义。啊，希望你可以躺得开心。阿姐要吃肉啊！你会觉得来点肉，来点肉，来点肉！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，鸡排，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，我在那个钉子。哎、那个你在生气吗？我没有在生气、啊。蝎子，你要吃哦、喔。我想说大老远跑回来看这个，不知道什么。你去找丁义要啊！快干！我快被追上！快干！想办法上来啊！终于那个终于在缺什么啊？我放一些铜线在那个、欸、全都缺，全都缺石头、木头、石头、木头。那给我的、哦。可以啊，你要吃吗？给你啊。他是有人要吃肉吗？那个啊，缺天使啊，有多的话没有，有多的话有多的，因为我今天身上还有。那就给，你就把我刚给你肉块给那个吧，给缺天使吧。好的，耶，他可以。哎，怎么有僵尸啊？那些包都是空的啊。哎，不见不见。来啊，分你把刺啊。哎，为什么我追不到他？对面有一只。光球丢了，丢在台子这里啊。不是、啊、你先刺他们，你先刺他们呢、啊。啊，我在刺 啊，你赶快去捡啊，一起刺啊。我也来吃了，我也来吃了，我的武器终于回来了。哇，他们是从哪里上来的、啊？先别踹我，先别踹我。啊，我踹他，我踹他。不是不是，你不要踹我，你不要踹我，我会刺死他。啊。你去踹楼下的僵尸，你不要踹这边。
肉嘞，肉嘞！对对对，来了！哦，天啊！照他这边，照他这边，又照他这边，是鸟肉，单子给你啊，肉块给你啊，香菇大餐也给你啊，全部给你啊！赞啦，这样就可以开吃啦！上来一只大的，我就杀一只大的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在屋檐那边偷敲、欸，哎，赶快处理他、欸。这个敲得到吗？把他敲坏一块地板了。哎、欸，我操！哎哎哎哎哎！全都是梦一场。全都是梦一场。可不可以回缩？可不可以？等一下，不行，谁想回缩？绝对不行！重来，给我从冰柜重来！全都是梦一场，没错啊！给我从冰柜重来啊！全都是梦一场。我刚刚想说，他在敲什么东西？啊，梦一场。我怎么回到宗教这边来啦？啊，对，有什么头绪吗？我也想知道这发生什么事啦，又怎么啦？他精准的敲到一点，垮掉。他精准的敲到了唯一连接处的那个点。对啊，全都倒了哎、欸。这是谁敲的、啊？怎么敲成这样啊？刚一个白僵尸敲的。这么强的、啊、鬼子白僵尸哦、啊。没有，他刚应该是偷偷的在下面敲，因为他那个角落看不到人。他那个在屋那个啊屋檐，然后敲那个楼梯。完了。变强，好不容易盖好的双人床。啊对，今天玩得很开心。看来今天好像这次又不能过关了，又要闯一次关了、啊。所以我说那个第二关，你可以去打王啊。其实你可以去打王啊。其实你可以变王。这次应该是最接近第二只王的时候的说。到底有没有第二个王啊？有啊。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刷开门进去看了。你可以进去打他。你们的刀应该不可能戳不死他呀。不能戳不死他。是两趴加一趴，有点小尴尬。就是哦，刚刚的东西哦，因为这样子没了，所以东西也会一起都不见了哦。嗯，没啊，包还在啊，只是一般的材料没有。还是说啊，对，你有存档吗？这把不算，这样行不行？没有、啊，这把不算哦。伺服器那边肯定是有备份的、啊，所以是有机会吗？你要这把不算哦。嗯、我觉得好像这个墙壁到底怎么跳的？他那个墙壁不是哦，是软盖在高的那个墙壁哦。我说那个呢？那个哪个？后院的那个墙，是我角色跳得不够高，他只能助跑跳啊，不是那一块地就比较难跳，那一块地我没有轻装的话，我是跳不上去的。对啊，连接处得高一点啊。助跑跳，让我正跳饮料，直接啪啪啪。助跑跳。真的是跳不上去，怎么说？一之一还是怎样？不是，哇！啊？不可能吧？怎么样？冰柜啊！啊！哎呀哎呀，冰柜啊！冰柜启动啊！要冰柜启动啊！冰柜啊！冰柜啊！要再想一下吗？啊！不要不要再想了，大家一起捡石头，哎，全部都给我回去捡石头！冰柜启动。哎，要冰柜启动了，给你们决定了，你们赶快决定了，我先去处理我老婆、啊。可以啊。跳不上去啊，这个好燥哦！我这一只 Okin 公司就是跳得比别人矮、啊，不爽。不是啊，好白色，下次一定要盖门那边的、啊，不然那边超级难跳，超级超级难跳。不会啊，那个我觉得很好跳、欸。不是你那个要体力哦。你那个要体力哦，盖那个那边的不用体力哦。嗯，不然你盖，不知道你上次盖哪里，我就盖一个我看起来能上去的地方、啊就
你在盖的那个地方的整个对面哦。哦，可以啊，都洗了。让我脚真的好缺啊！为什么连饮料机跳不上去？那这里也跳不上。二一刀，二一刀其实清不太了原生僵尸啊。没有，那个原本要改位置的、哦，但丁一直接把它生成电的，就只能先用了。是，你一直催我要生电，没有、啊、讲话是，我害你没办法改呀。我说那个我要先把它改到楼下，然后再生电。你根本没有讲，你根本没有讲。有、哦，我一开始就说这个会卡住哎，然后我说，我那个时候还问说我要先去刺怪还是偏电，然后你说你赶快拼，你赶快拼，你赶快拼。我想说你是先把那些电的材料弄出来啊啊！结果我走过来看，哎、欸，啊怎么一台变成电的？哦，那还不如叫我去刺怪，我拼了还要等你盖，那为什么不去刺怪？不是 啊，我们得等楼梯炸掉啊！哈哈，我们得等那个楼梯爆炸。确定要一之一啦？一之一要启动啦，这个要 OK， 等待伺服器回应。Okay， 这样推推机感觉最好是盖在中庭啊，你可能要再拉到更中间一点啊，不能让它弹飞到任何一个屋檐上面啊。可不可以盖四台推推机？刚是四台啊。弄的是三台吗？刚是一二三四台啊，刚是四台啊。这么，那他们还跑上来，四台都不够。他们那个不会飞到楼梯上面啊，他们是会撞到楼下的僵尸群，好像就没有掉落伤害。最好是让他们往两边飞啊，然后盖中间一点，然后都不会飞到屋檐。那个盖的还不够出去啊！我们要把板再拉出去一点。转圈圈，鲁咪，再来点四趴刀吧！哈，有的话一定会跟他。四趴刀，会哦，其实那个很好出哦，不过刚刚那一场都是精英僵尸哦。我呼叫呼唤人家伺服器啊，嗯，有吗？我觉得他开始会不会他睡着了？他应该是整天都在啊，但要呼唤一下。太猛了吧！没错啊，24小时待命伺服器啊。噔噔噔。嘟嘟嘟。这一次盖的位置跟刚好跟昨天是反过来的，所以屋顶的位置也变得不一样。
那阿六啊，今天要先呼叫伺服器啊。感觉伺服器不见了呢。理论上快出现了。我不这么认为。睡觉了，我们伺服器是睡着了。或许不该继续打搅。伺服器一定在吧？请妮子不要抽那么多包烟，人家抽烟关你什么事？他要缴税哦。再来一口吧。妮子刚刚是不是已经抽一条了？一天一条、哦。没有，通常一天没有到一条啊，玩 NOTD 会一天一条。你又开始在吃红豆面包了吗？没有错。这面包越嚼越没有味道了。不会啊，等一下跟你说，哎，那不然瓦罗兰启动，你就会很开心了。好好好好好，你看你看，精神都来了，精神小伙儿。好欸，不是要 make up break 吗？欸，他只测试到八号哦，要结束咯。我也可以 make up break 啊。他错过就没有了。八号，七级丸，你还有呼吸吗？你还好吗？七级丸没有呼吸了，他已经绝望了。他躺床，他已经躺在旁边的床。他已经死掉了，很无奈啊！他的存档点在电脑桌旁边是对的。不是，就一个双头僵尸，就一个原生双头僵尸在那边耍北兰哦。啊！可是那个僵尸好像一开始都会在。他一定会在啊！啊，应该他会在，而且戳死他的。他又不动，重点是他又不动。还是今天就这样了。今天伺服器好像不见了、欸，这是 make up break。哇，感觉可以放过西吉丸了，西吉丸辛苦了。是的，想要 make up break 了。make up break， 我被捆了，这样吧。这样吧。可惜没能贬到二王。对啊，二王是长什么样子啊？所以我们刚刚那边离二王还很远很远吗？我们在二王的头上。哦，头上。原来我们刚刚的状态是差很多吗？还是差一点点？只要那一波尸潮被杀光了，就一切顺利。哦，好可惜哦。啊、好可惜哦。只要那一波全部清完，就可以开始贬那个恶王。好可惜哦，就差一点点耶，姐姐。没错啊，就差那么一点点了、啊。而且还有两把刀耶，哎呀！要是这个时候伺服器在，直接启动。接下来会有很多的血之魔王。血之魔王是什么？就那个会从肚子喷刺的、啊。哦，那个是血之魔王。刚刚半路上有遇到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就是，然后就刺。对啊，然后肚子就吐出东西。其实我感觉二三天的资源量有点卡。那一天会是我白痴回收。我跟白痴回收那个原本家里的那个材料大概 25%， 然后搬到教堂，这样感觉是不够。没有没有，他们如果先走剧场，然后再走游泳池，再走矿山，再到教堂，会花掉一整天。嗯，基本上会花掉一整天。可能那一天要改成先不去剧院，先把教堂盖好，
然后再去剧院。啊，感觉可能丁义跑任务就好了，只要丁义先有电，其他人晚点再跑。哦，你说其他人先去挖资源吗？对啊，因为那边太缺了。懂意思。在四五七不在啊？我看是钢弹准备启动了。嗯，好啊，我可以啊。钢弹啊！它玩起来很像那个钢弹 Evolution 那个已经没有了的游戏。那边电力完整就稳了。钢弹 Evolution 启动。